特别喜欢综合格斗，因为它非常全面，然后对自身的身体素质啊什么的要求都特别高。我觉得我很大胆，我敢尝试别人不敢尝试的动作。我练这个动作，我是想尝试就是别人没有的动作，别人没有做过的动作。大家可以期待我在万的比赛中做出这些惊世骇俗的动作。